Yo, what's up, everybody? What's up, guys? 点开这期视频的时候，让我们嗨起来好吗？现在我准备给你们大家听一下，改完排戏，刷完电脑，带小牛 performance 小牛赛道版。做刚做完 service 就是每年的一个保养，然后没有油了。在上山之前，上山我体验这台车。改完排气刷完电脑的一个变化之前，先去加个油。对，我们男还没有订阅 Yellow Dude YouTube 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。我感觉快了那么一些。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有那么多出来一点点马力，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的。还有这么一些炮声，大家听，啊，哦，尤其我感觉到6000转过后又 push 你了一大下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现在完全你4000转以下开始他的表演了，就完全就是你转速掉到4000之后，就程序给调到了4000之后，慢慢会有炮声介入进来。You ready? Oh. 好久没有感受这种感觉了 ，bro。好久了，我真感觉后程快太多了。爽，真的。爽。而且这刹车 ，Carbon Ceramic 碳陶刹车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感觉就是 ALA 这空气动力学套件装在 Performante， 哎呀，按错，一激动按到底盘升降了。我本来想把窗户关上，跟你大家好好说话，因为我感觉就刹车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完全这个就 ALA 这个空气动力学套件都在帮着你刹车，因为我感觉就有种那个感觉，你能感觉到，无法形容。Break, mother. I love this car, bro. 这一点没有后悔，一年前我做的决定，买了这台车。就无论从操控、声音，还有外观造型。是我觉得这个价位里最帅的、最好的一台超跑。
演奏的感觉，就是当当当当当当的当。炮声又来了，就有时候它时而缓时而慢，你抓不好它这个节拍。三二一，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刚改完排气的时候，我开了一下，然后我觉得就现在整体刷电脑之后，结合着你改完了排气，整体车开起来顺畅很多，就是更衔为结为一体的一个感觉。新新的排气，新的电脑程序。三二一，走你！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听完排气改完之后的一个声音，你大家觉得满不满意？反正我自己挺开心的，因为现在的炮声增加完，就噼里啪啦声音，就你想听的时候，就有这种感觉，就像演奏一样。然后你不想听的时候，就是这车不至于吵得让你难以接受日常开的车，所以我觉得至少这台车改装的第一步我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尤其后面这个 FI 这种 Forged Carbon 这个 Tip， 现在后面非常热非常烫，我觉得长得也非常漂亮，觉得目前我还是很满意的。包括这个程序刷的，我觉得在这么满意的一个结果下，弹射再见， Peace out, Like, Share, Comment, Subscribe。